谢谢。善心不怀好意，但当我喝下这一口口的汤，我了解了那种出于善良的关怀，那种触动的感觉，既阳刚又温雅，不是激情的红，不是柔软的黄，是带着温度的橘色，温暖的融化了我的棱角，化为汩汩的暖流，淹没我的冰冷。